据媒体报道，吴亦凡在欧洲攻略出演酷帅的黑客高手，但动作戏也少不了。为了展现他的特点，武术指导为他设计了许多踢大长腿的帅气动作。在拍摄时，吴亦凡也特别和对手的武术人员提醒，我的腿真的特别长，真的要注意，要站远一点，以免真的被踢到了。我踢的时候你要走远点，你看我腿特长，真的腿，真的腿长，真的。电影中各种踢法让他大呼不简单，更是体能大考验，让他笑说各式的花式回旋踢真的踢了好多次，真的踢到头都要晕了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